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左右，住在这个小区的著名歌手陈琳被人发现坠落在这个一层的草坪里。昨天本栏目报道了歌手陈琳坠楼身亡的消息。11月2号，一场大雪降临北京，在朝阳区的奥林匹克花园外依然有群众不时驻足观望。陈琳就是从小区的这栋居民的9层坠楼身亡，连警方对陈琳的死因做进一步的调查。据了解，奥林匹克花园是陈琳好友张强借住的房子，他演唱的歌曲《烛光里的妈妈》曾经风靡一时。2009年10月28号，陈琳原本要与第二任丈夫张某回湖北老家，一行人到西站之后，陈琳突然改变了主意。